三四年级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会被老师讨厌，然后我有想过我的一些缺点。那我想到的第一个就是，我小时候可能比较不会整理衣物，还有一些比较不会整理座位的部分。升到三年级的时候，有跟一个 A 同学还蛮不错的，到最后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实也不太清楚原因，然后 A 同学好像慢慢就跟我越来越疏远。有一次我不小心擦了他的鞋跟，之后他回去跟家长反映说我去踢他，因为妈妈是那个志工妈妈，班级的课就是全班的都在的时候，都说如果我在欺负人啊，不要跟我玩啊，或者是说我是一个不是那么乖巧的小孩的时候，你们要远离我。因为家长在讲的时候，老师也都在旁边，然后老师也都默认这些事情。老师会觉得说，我是一个坏小孩，然后就会想要把一些比较脏啊或比较累的活就分配给我们这群可能不受人那么待见的孩子。我就是被分配到倒垃圾的工作。A 同学那时候扫到了蛮多 不太一样的垃圾，然后我就请他要做好分类。我是跟 A 同学的家长讲这件事情，结果老师就说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就是类似在质疑家长或者在顶嘴家长。结果当天我又被就是罚写了三篇课文这样子。然后我其实就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就是过程中成长的。好像有一堂课就是也是班级的课，然后老师想要带我们到小镇上面走走，家长有一些请一些东西，像是豆花或者是那种路边卖的一些小零食，结果老师就把我的那份没收，都不给我吃这样子。豆花店的那个老板就还有那个就是送路边小零食的家长，就想要帮我打包让我带回去吃这样子。老师就跟我们就在直接跟全班说，我们这样子的表现是不可以吃这些东西的，那我们回去抽签把它抽掉。有一次是我的妈妈那时候生病，突然离开了我十天，她住院。我当时就做了一个蛮大胆的决定，是我逃学，我就很想要去找我妈妈。隔天就到学校之后，她就把我叫起来，就跟同学们说，我的妈妈生病住院了怎么样，然后就说我这样逃学让我妈很不放心，说我是一个很不孝的小孩，才没有，我只想要见我妈妈。我就当时在课堂上反驳，但是后来是大家就好像会觉得说，我怎么可以这样子骂老师，或者是我怎么可以这样子顶嘴老师，然后好像会让我在班级的状况变本加厉。我有回来跟我家人说我不太想上学，然后我对上学那个时候其实是很抗拒的。刚好那个老师跟我妈妈的症状一样，他是一样是盲肠炎，然后结果他好像请假了一个月两个月要休养。那个时候代课老师一来，后来我就发现其实老师就是换了这个老师之后，大家对我的抵触好像没有那么多了，让我意识到其实我曾经的一些状况或者是我的一些交友状况可能不是我的问题导致的，我才有意识到说可能是前一个老师的一些教学状况导致我可能在班级上不受待见。因为有经过这样的事情之后，因为我到高中辅导是諮商，然后大概也花了两三年的事情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对我来说他现在变成我一个人生中的养料。如果真的看到他的话，我觉得我不会想要再来一次，不过看到他我可能会说，跟他想要说声谢谢你那时候这样对我。因为这件事情之后，我的抗压性变得还蛮强的，至少在我现在的阶段，我觉得这件事情实质上面是有帮助到我去面对一些压力，然后也帮我去学习怎么样保护自己。